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哥，欢迎收看第一期的南哥开箱。这是一档产品开箱类的栏目，但是与其他开箱栏目不同的，在这个节目里，南哥会用他的笑来表达对产品卖点的肯定。来，南哥笑一个。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呢是刚刚发布的一款荣耀 20S 手机，刀点手机给我，就这款手机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盒子没什么好看的，直接打开，这都不重要，我们直接看手机好了。据说这次荣耀 20S 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蝴蝶，在不同光线角度下就像蝴蝶张开了翅膀一样。不多说了，看正面，依旧是左上角打孔的内眼屏设计，3200万像素前置镜头，手撕浆后置 AIS 手持超级夜景搬到了前面来，实现了人像超级夜景，后置4800万高清摄像头加好了，这些太麻烦了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参数打在屏幕上就好了。下面是性能参数呢，同样是很多很繁琐啊。南哥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体验一下以前不敢玩的英雄了。荣耀 20S 的前置摄像头自带肌肤检测功能，通过自拍检测皮肤的状态。还笑了，南哥皮肤都那样了。我喜欢这个功能，后置摄像头测的会更加精细。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。请平视后置摄像头。而且它还有语音提示的。结果呢，就会经过它这个算法显示在这个手机上。现在测出的皮肤年龄呢是34岁，看来确实需要保养。这个功能其实很好玩，然后下面我们去找同事试一下吧。这个肤龄23，南哥是多少？我是18吧，30多。跑了一圈，看来没有几个同事愿意把自己真实的情况暴露在镜头前。其实这个功能呢，给自己测平时还是比较有意思的，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对着别人测试。喜欢我的朋友可以搜索关注南哥开箱，点击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